大家好，我是永大汽车杨景文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一台算是在我们台湾里面也是非常保值又省油，保养又非常省的一台神车，叫 Honda Fit。这台车子是2021年的，算是末代的，车子非常的新。真心为您把关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那我们先由这个引擎室先来做介绍。这台 Fit 的引擎室里面呢，它是搭载着 CVT 七速手自排，排气量是 1500cc，自然进气，直列四缸单凸轮轴，16气门，它的马力可以来到120匹，油耗平均大概是1公升，大概就是 17.7。稍微看一下这个板件都是圆的，这边都是圆板件。我们再顺着绕着车身，轮胎它是搭载着这个16寸的轮框。后视镜这里有方向灯，这台车是有摸门解锁的。这台 Fit 它的后车厢算是非常的宽阔，所有的三脚架、备胎工具，这台车也有备胎。这边还有原厂的倒车雷达，也有倒车显影。等一下我们在室内的时候会示范给大家看。这台 Fit 里面可以做成六四分离，前面这里全部都可以倾倒，可以打平啊、哦，那可以放一些小东西，要载货的也都蛮方便的。以我的身高165，这样子坐下去都非常的宽，很舒适，椅子也坐的都非常的不错，真的蛮好坐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到车子里面来，一进就可以启动，钥匙就可以放着。我们先由左边这边开始介绍它的功能，电动收折，这里有一个 Eco 哦，是省油模式，然后这台有前车雷达、循迹防滑，这里有一个自备架。现在介绍这里仪表板这边方向盘，方向盘这边有一个快拨键，开的时候你要减速跟加速都可以在这边地方做操作。有定速，然后音响的多功能，主要这边有一个原厂的加装的一个盲点，配备还算不错。它的里程数仅跑13761公里，里程数跑得非常少。冷气部分这边也有恒温的，音响部分是有广播，那有蓝牙装置，导航也有，刚刚介绍的倒车显影，所以基本上这些配备都非常的不错。安全系统里面4颗安全气囊，第一颗就是在我们的方向盘这边，第二个在副驾。前挡这边的双柱 A 柱跟 B 柱这边我们都也有这个安全气囊，那基本上这里在车有4颗安全气囊。今天我介绍这台2021的 Honda Fit，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上我们永大汽车的官网做查询，在我们医院购车我们会有三大保证，我们严选保固也有你方向机、启动马达、变速箱，有兴趣的欢迎洽询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